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继续游玩游总环节路，那我们先打200块，之后就是结局了，打罗喉。好，那球没到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LB 还有推许。好，来吧。声音应该都 OK 吧？好，声音 OK 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进去了。这次不知道打不打雷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有难度了。哇哦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没办法，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啊，像咱们这种没有劳基法保护的弱势族群，当然是所谓的裁员瘦身的首要对象。监督虽然没有亲自说，但我想是八九不离十啊。这太不公平了！咱们这些人流血流泪，为游戏全力当个演出，难道还不值那2张钞票的演出费？四号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现在咱们只剩1张钞票了。而且，虽然他与我们同名同姓，上面印的却不是咱们。废话少说，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咱们就造反意图了。集合这里所有200块的力量，让他们知道我们200块不是好惹的。是啊，这年头物极必反，超人当道，说不定我们独立之后，反而会大红大紫，让监督和制作人他们都跌破眼镜也说不定。这样都行，我们要做漂亮点，别让他们消息走了，不然制作人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说不定会把我们从1张钞票变降成1个硬币，那时候咱们又可以打赢50块了。我可不要，50块只能买一个便当，而且念想一点都不酷。虽然200块面额的和名气都没有500名气大，但我还是宁愿乖乖领咱们的1张钞票。一号，你怎么那么没志气？像你这个样子，我们永远都是没机会站在大舞台的幕后苦力。难道你忘了上回一个练功狂的缘故？害大家工作量增加3倍，还有人因此累到住院。难道你认为这种事公平吗？我是没错啦，可是这个地方是比罗窝城更不像人世，可是又充满了食宿的味道的地方。你们又是？糟了，刚刚之前把门锁锁好了，监督在上交代要把摄影棚看好，这下子后台创办先曝光。说不定还会上报告杂志，咱们就被监督他们剥皮的。已经是外送披萨出去时忘了锁门，谁叫你们刚才只顾着吃？他们刚才可能听到我们刚才密谋，看你别无他法，早杀了面孔了。什么？杀了面孔？你们还真是不讲道理！我话都还没说上半句，你们就打算动手杀人？三号，你最近武侠剧演太多了，而且我觉得这些人看起来很眼熟。说不定是最近那个案子当红榨汁机，要是查出对象，可就不好交代。主角，那岂不是来得正好？如果我们打倒他们，说不定可以取而代之，完成我们想要站在前面舞台的心愿。到时候咱们的演出费就再不再只有200块了。是啊，时机买卖，我们也就出此下策。小子，你就认命吧。我可搞不懂你在说什么疯话。不过，你狂言要杀人面孔，那我也不会乖乖拧手就路。想要打的话就来吧。很好，小子，你倒真爽快。背景就先用3号代替好了。Kim 啦！陈主管，哈哈，撑不住。好，再打一次。
还好还好。不行，一定要他蓄气的时候做。靠腰。我刚才有那种皮甲壶，是比较不会痛，是吗？好，应该对，应该是。有没有反气丸啊？有有有。打到剩一只之后，夏威夷再用方式去吸人家的魔。哦，没有效果了。补掉冰泥，好，算了，补。干掉！可恶、啊！我觉得他们放大绝了。血祸之阵。太好太好，剩一只。等下还有三只要打。单独服用会寻死，我用这个干嘛？城市皇冠，玉招，魂幡 ，Go！ 哇，快打死了！不要放法术，就这样让我打。很多剑气都扣起啊，而且在这个时候要看时机才能降血打，不是说我一直放那个降血剑气放到残血去打，那个很花时间的。太久没有招式，哦，四轮反制好像蛮好用的。
虽然这样补有点浪费了，一生一只而已。那普通攻击怕吗？现在是不能补血。不行，真的，真的不能补，这个状态是不能补血，然后靠腰。为什么想打他都打不到？是我狂吹大气的本钱，不过我们也不是好惹。怎样，你们还要继续打吗？这还用说，当然要继续打。为了还在外面经营所干位的同伴们，岂能让200块的名声毁在我们6人的手里？哼，那就来吧。然后用这个，靠，要直接放这个，而且要放下而已。小雨竟然会被打到，会扣血，不合理吧？撑住啊，冰里。相对的，我们也不能用法术，不过没差，我们本来用法术就打不到他们。哎，等等，法术是无血都不行吗？自己被自己赢了。可以放了，在14D。然后令所有敌人下一个行动续定减少一半到1/5。感觉打得很紧张。
快！绝破之阵。快点啊！还好还好，他放法术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怕。不、哦，哼！只要被我打死一只，你就完了。快啊！啊，我的五方变换，五方变换，在哪？在哪？这里。现在是在那个状态之内，很好。封魔神道有用吗？临近神室，好像没什么用。乱神啊，不然都乱神大法了。等一下，我忘记按摩。可恶啊！哇，只能自己给自己补了。不对，完了。我方向反的，我应该弄吸血的方式，吸魔啦，讲错。吸魔，用吸魔。对哈，可是来不及了。还有机会，来，不要怕，我有助命封石，回来吧。我刚抱你们。
哦，行。总算，啊，又喘口气了。你 ，OK， 你只是是，来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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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 CD 这么回复这么慢？道具放鞋刃 ，OK。自证吗？应该不用吧。我一样先用那个身具灵阵，血刃之咒啊。有什么道具是用血刃的吗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替身纸人。哦。刚被清掉是不是？气力无穷，神灵金丹就给我的，可以吧？给古伦德可以吧？还来啊？啊，破金斧！干，真假的？我今还好没有给，哦，我刚没给给你吧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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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没，像可以，像吃得到。不行啊！哦，他一定要，一定要结束这个封界才可以吃。好 ，OK， 声音值就好打了。可以补，那挡道具啊，刚都挡了啊，这么明显，挡了两三次了。OK， 应该打赢了。哎，我被封魔，快啊！可以的，赢了。是我输了，这世上果然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我还是乖乖回去领我们200块吧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得先把这张偷鬼的戏做个了断，不然我们就连下次200块都不用领了。这些东西就当做交换你们这段经验的代价。
忘记我们看到的一切吧。这冲击是，我的意思，虽然你们打败了我们，但记住，我们是永生不灭、无所不在的。待会你们说不定还会遇上我们的同伴，到时候记得代替我们向他们问好。再见了。哎，我刚刚做了什么？我们好像和什么奇怪的东西打了一场大战，可是现在我的脑子却一片空白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这一切是真是假？哦，心里都是这么多东西，刚才一定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我一直想不起来而已。这就有待以后再慢慢想了。OK。